专利局，你蒙谁呢？要不要我给你们打点预付款啊？您好，您的空气净化器项目已经入选国家专利重点扶持计划，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过来领一下证书？你真是专利局啊？哎呀，我还以为是骗子呢，我这就过去，谢谢。哎呀！ 喂，哎，儿子。 我的专利获奖了，你呀，从今往后就是我的继承人了，啊！你很快就是富二代了。我知道了，爸，先不说了啊，我在忙，拜拜。哎，您好，您那个专利啊，评估已经通过了。我给你算算啊，5000万。对，5000万。嗯。 哎呦，不过呀，您还得再发一批产品小样过来，方便我们做更多的融资空间。您尽快啊，挂了啊。这儿没人吧？啊，没有。小伙子，哎，你是搞这个专利评估的？老先生好眼力啊！凭我的社会经历。 我很容易就可以从只言片语中判断出一个人的身份。您真是厉害，我哥是风投公司的老板。哦，我就跟着忙活忙活。那我看一下你的眼力啊，你来帮我评估评估。行，那随便看看啊。虽然我不是专业的。 但是，最起码得这个数。10万？100万？1000万？您要是感觉可以，我给你申请个风投。哎，但是啊，我就是试试，不一定能成功啊。怎么不一定啊？一定成。 哈哈哈哈哈！这怎么开呀？现在知道高科技的厉害了吧？嘚瑟什么呀？嘚瑟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嘚瑟的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哟。 这哪儿弄来一个假证书？骗谁呢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专利已经列入到重点扶持项目了，它马上就可以变成钱了，你信不信？哎呀，谁爱信谁信，反正我是不信。哎，我给你一个数字，你看看是多少。 1块，哎，没有你这么挤兑人的啊，1000万，到时候你就可以把你这个旅社卖掉，以后就不要再受这个辛苦了。靠你养家糊口，等到猴年马月，早喝西北风去了。